7月18日，草蜢三子蔡一智、蔡一杰、苏志威出席他们年底举行的草蜢世界巡回演唱会2017记者会。大会在三位美少女性感十足的舞蹈中揭开序幕。由于三子在圈中人缘甚广，张智霖、周杰伦、容祖儿、杨千嬅等众多好友均排片前来支持，甚至连中国女排队也加入其中为他们打气。草蜢三子表示，这次巡演跟以往不一样，除了舞台和音乐外，也注入了新的元素在里面，期待到时跟大家一起分享。以往的我们做演唱会，可能大家都比较注重在娱乐性方面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兼顾两者，那除了娱乐性之外呢，还有一些有很有意思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其实圈中人都知道，草蜢开秀的舞台是很难走的，三子坦言这次也不例外，并透露在舞台的设计方面还花了不少心思呢。每一个嘉宾过来的时候都哇，你们的舞台真的好难走哦，怎么走？那这一次也不例外，因为我们的设计师把我们整个舞台设计到好像一幅画一样的。阿智早前在红馆彩排时意外受伤，问到他会不会对舞台存有阴影，阿智闻言后信心十足的回应说，这个经验也丰富了我在舞台上面的一些信心，那以后我碰到什么难关我也不怕，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。